台积电呢，原先规划在龙潭园区三期打造1.4奈米的制程晶圆厂，因应呢未来半导体的新建厂房的需求，而竹科管理局呢规划在龙潭园区三期进行扩建，并且呢征收了158.59公顷的土地来作为新建厂房的需求。不过呢，这个征收的土地有高达88%是私人土地，引起当地居民不满，并且呢组成的自救会来抗议。那么现在呢，台积电要喊卡，那么公司今天也正式发出声明，在经过评估之后，在现阶段的条件之下，不再考虑进驻龙潭园区的三期。公司将持续跟管理局合作评估台湾适合半导体建厂的一个用地。而这个台积电原本要在龙潭园区的三期来新建这个1.4奈米制程的晶圆厂，原定呢2026年开始建厂，规划在2027到2028年之间来进入量产。那么现在台积电宣布放弃这个龙潭园区三期的建厂计划，可能还要另找土地，那么也会延误在台积电1.4奈米产能的一个布局。